曾经开车最快的速度是多少？最近又破了一个 破自己的最高速的记录，到316，是大魔头。那刚好是一个桥，我一看，路怎么在这边了？完了 ！BBQ 了。22号桃园市芦竹区中正北路发生特斯拉子撞分割道起火，车上父子及时被救出，外侧驾驶受到重击，手臂脱臼，脸部肿胀，全是血。网友透过衣物对比以及手上全球限量500只的 RM 百万名表推测驾驶。哇，林志颖！哇，林志颖！哎呦，要死我！我上，我靠！那个应该救不了了，灭火器应该救不了。对面一个人都跑在那边，把那个人一个小孩子拉出来，我就赶快跑下来帮忙拉，抬到路边了、啊。那你怎么知道驾驶是林志颖？阿蛇问的啊，啊他林志颖啊，啊他的，啊、我好奇嘛，求证啊，求证就、啊。他的状况怎样？他、啊、就。右手好像有脱臼了，全身有黑青啊、血啊。据了解，林志颖酒测值为零，驾驶的特斯拉 Model X 当时车速并不快，却因为不明原因右偏撞上分隔岛后，林志颖颜面、肩膀粉碎性骨折，父子被送往林口长庚医院，所幸生命迹象稳定，老婆陈若仪也赶到医院陪伴。身为特斯拉信徒，其实林志颖今年3月才以 Model 3创下电动车最速单圈纪录。演艺圈有一部分人爱开快车，就是。你们应该不会在马路上乱开吧？不会不会，哦不会，还是要不会在赛车场。最恨这种人，安全第一。对，没错，而且很容易危害到别人，因为什么状况冲出来你都不知道嘛。对。曾经开车最快的速度是多少？最近又破了一个，破自己的最高速的记录，到316，是大魔头。基本上看到就到了，对，看到就到，看到就到，看到就到这样子，所以你必须。要保持很平静的心，你只听到自己的呼吸的声音，还有看的眼睛，这样很快。譬如说，又一度啊，又一二三，我们用那个1点钟、2点钟来算，又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刚好是一个桥，桥的过弯，我听成又一，啪，油门踩下去，直线到底，车砰飞起来。你看，转弯在哪？路怎么在这边了？完了，撞断一根柱子掉到田里面去了。但是不能生气，对不对？生气呀，马上摔帽子啊！他说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刚才颠得太厉害，有时候颠一颠，哎，找不到了。是又七，不是又一。这个故事可以当一个歌名，又七不是又一，这个又一，然后把过程讲出来。结果他报一，我开七，我车子飞出去，什么之类的，在下面，然后下车直接扎头盔，对，副驾驶插出来打死，车子已经在田里，田里来了很多民众，民众好开心，对。